大家跟我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用生命医治本师佛陀，学习大慈悲，学习大智慧，愿悲智圆满，普度众生。好，请放掌，我们升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，希望我们能够悲智圆满。所以各位手上拿的这一本叫悲智双运，那事实上佛陀的手永远一只手代表智慧，一只手代表众生，那阿弥陀佛也一样，一只手拿着莲花啊，一只手接引众生。所以那这两只手对我们来讲就像各位合掌，一只手代表成佛的智慧，一只手代表普度众生的悲心，我们要合在一起。好心肠要加上好头脑啊，合为一体，这个叫悲智双运。就像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千手是慈悲的力量，千眼是智慧的力量。所以因为有智慧才能够不执着，而且知道怎么做啊。再来还真的要有实际的行为，这个手会伸到地狱里面去啊，伸到恶鬼道里面去。就像有一个故事各位听过了，有一只毒蝎子会咬人，但是它掉到那个井里面，那有个人就是一直去把它想要把它救起来，而人家说那你去救它手会被咬到呢，但是这个人说咬我是他的事啊，但我不能不救他啊，所以透过他咬他，他才可以把他拉上来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悲心。但是旁边人讲的是凡夫，因为他会痛，但是对佛菩萨来讲不会痛啊，这就是不执着自己身体的痛苦，然后呢才能够去救度众生。那我们都希望天天能够嗡嘛呢呗咪吽啊，嘛呢就是慈悲，呗咪就是智慧，吽就是合在一起，那这样才能够转化众生。嗡就是转化，把轮回转为清净，把痛苦转为快乐。所以把不清净的身口意转为清净的身口意，嗡，那就要靠着悲智合一啊，所以的修行。所以学佛不能骗一边，大家很慈悲，但是没有智慧，很容易起烦恼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伤害我？那就是世间的感情啊，就会有那种痛苦。但是有智慧没慈悲，那也没用，那代表现代人的漠不关心、冷酷啊，只关心自己，不关心整个社会。所以那这两个都要，特别现在各位看报纸，这些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、政府官员，那这有影响力，大家都知道，作为一个公务员，他就是要服务众生啊，服务国家，帮助整个国家的发展。但是在服务国家的过程，如果啊不了解因果，没有智慧，也就是说不相信因果轮回，而且智慧又不够，甚至有个人的贪嗔痴，那他做这个工作就会变成一种障碍，甚至会贪污啊，啊，甚至啊，虽然要帮却害了对方，因为没有智慧。所以我想慈悲智慧并不是佛教徒的专利，而是所有人类都有的，因为人有感情，感情透过智慧可以变成平等大悲啊，人有知识，那透过了解真相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那就可以化为智慧。那这两个合起来，来发愿利益众生，而发产生力量。所以佛陀叫什么？念一下：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雄力、大智、大悲、大力。这也是人的殊胜，人刚好具足这三个特质，是天道跟三恶道没有的。人有知识，人有感情，人有意志，我们叫知情意啊。所以唯有人才是圆满具足，
所以虽然动物也可能有感情，但是它没有知识分辨的能力，愚痴嘛。而且动物的意志就很单纯，吃东西传宗接代啊，它没办法很圆满。所以我们做人却能够如此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智慧啊，去了解真相，而且帮助众生，把我们有限的自私的感情变成一个平等救度众生的慈悲啊，把我们个人的欲望化为普度众生的愿力，大乘佛教的重点。那修行呢，各位就要一直告诉自己，这样我要转私人的贪嗔痴成为佛法生三宝的力量，转贪心为成佛的菩提心，转愚痴为深信因果的空性的智慧啊，转嗔恚为忍辱大悲。因为你要度众生要忍辱要受苦啊，就像那个食物投下去是烧掉一样，是像受苦一样，但是没有烧掉怎么会化成甘露呢啊，所以呢，前面的灯没有燃烧怎么会化成光呢？所以你要度众生一定要有忍辱做基础，才能够慈悲。那最高的忍辱要达到这个功德，那你要证的无生法忍，就是要有空性，就要把你丢到地狱里面，那你都还可以承受啊，在苦的里面度众生。不然呢，怕痛苦就会走入小乘了，我自己解脱就好。那做菩萨就不行了，所有众生都让他们脱离轮回，不管地狱的砍你杀你的，你都要度对方。就像我们在金刚经，佛陀做忍辱仙人，被割裂王节节慢慢砍，慢慢砍，砍他的身体。他那时候想的是，我这样成就我的功德，我将来要度你啊！所以那国王后来成为佛陀成佛第一个弟子乔成如比丘。所以佛陀在被砍杀的时候没有嗔恨心，这个叫空性的智慧，只留着大悲心。那我想这个境界各位一定要时时观想在你身上，现在别人骂你两句你就不舒服了，不舒服了啊！那就像我经常喜欢放生烟供，很多人在骂，对不对？当然反对的必定存在，那有些居士就受不了，哎呀师父他这样讲我们，他就想要退转了。我说他一个讲你又不是全部讲你，没关系没关系啊，那你不要为了一两句话就变了啊！事实上大部分的人是护持放生，就少数的人批评那没关系嘛啊，那是空性，我们做得更好就好了，做得更圆满啊，也让批评者成为一个功德。为什么他批评我们就叫我们做好嘛啊，做得更合理。那但是你不能起心动念。那这位如果你在谈恋爱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叫情时多云偶阵雨了，啊，情绪起伏的很厉害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是用世俗的感情跟执着的想法，那就没办法，你也会苦，对方也会苦。所以佛教里面大概整部佛经，所有的佛经都在教我们慈悲智慧啊，那如何去圆满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画了这个图啊，一只手代表慈悲，一只手代表智慧，合起来就可以圆满菩提心啊，成佛的心。所以自信是什么？很多人说开悟，自信，自信就是悲智合一的菩提心，就是自信啊。所以并不是讲自信是绝对虚无不存在，虽然自信本体是空，但是空显现出来才是量，大慈大悲啊。所以不能偏一边，如何两个都圆满，又亮啊，又清净又有力量，就像钻石，它不是石头，钻石啊，它所以它是最宝贵的。那我就讲几个重点就好了，我认为的重点。第八页最后一行，很多人喜欢讲活佛、仁波切、大法师都可以啦，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要修行一定要有心灵的老师啊，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众生的导师啊。所以这里面写的十一，活佛是心灵的导师。那当然真正用活佛这两个字并没有那么恰当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他就是佛陀在示现在我们面前，那这样就比较解释。一个善知识必须
视线像一个佛陀的行为啊，就像各位人家说哦，你好像观音菩萨，你很高兴啊，我做了行为，在第八页的最后一行。所以真正的活佛，真正的善知识，真正的法师，一定要具备这三种德相啊，才可以。第一个，我们一起念下来，具备仁慈与爱，这种爱是平等的，如同母亲没有偏见的看待每个子女一样，那是第一个条件。也就是说，各位一定要去找，因为如果你要修行呢，有善知识引导，那你比较看得见自己的缺点，不然脾气不好的也很喜欢看佛经啊，也看佛经啊，他发飙的时候更厉害，因为佛经看多了更骄傲，骄傲的时候更看不起别人。那虽然看佛经，但是他还是没有断习气啊，这样对他没帮助。那所以，哎呀，我的老师这么苦，都还可以忍了，那我们有什么不能忍呢？对不对？提醒我们，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是慈悲吧，啊，因为他就像个医生，医生不是为了赚你钱，他只想医你病，那这个是好有爱心的医生。那各位，如果你没有去找到有爱心的医生，他就不该给你开刀就给你开刀，啊，对你这个小病他也没什么好关心，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有爱心的医生，啊，所以但是他具备的就像我们母亲一样，啊，关心你超过关心自己，而且平等的，而不是说我对你有钱，你有钱多一点供养我，我就对你好，没钱我就不理你，那就不符合这个资格，啊。第二，具有智慧，真实了悟生命与生活的真理，啊，我们的生命的真理是四圣谛，佛陀讲了，生命的轮回是苦的，生命有三苦、二苦、八苦，这一点要去了解，啊，苦的原因要了解，啊，乃至那活下来的目的是干嘛？有了这个生命，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啊，生活是为了修行。生活也是为了断烦恼来利益众生，要有这个智慧。那当然透过经典，我这里面他们写的生活与生命，他不特别说深入经藏，因为是要把经典的智慧用在生活跟生命上的智慧，而不是只停留在经典上的智慧啊。就像一个经济学教授很会讲，那叫他去开公司居然倒掉，是吧？那他这个经济学的力就不大，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听某某董事长来讲企业管理，这因为人家是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讲的这是实在的知识，就实在的智慧，要具有这种能够帮助生命、帮助自己跟帮助别人生命生活的智慧。第三个，还要有方法啊，因为没有方法，那对方也不能接受，要具备技巧与智慧，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教授他的觉悟，能够引导学生体会到他本质具足的智慧。就像佛陀，各位看佛陀的故事，阿罗汉没办法教的，佛陀都可以教，阿罗汉都放弃了，就像周利盘陀你还俗吧，但是佛陀可以教周利盘陀成为一个阿罗汉，因为佛陀也有这个技巧智慧，而且 无量无边的神通，阿罗汉八万大劫他看不了再远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没办法分析，所以这是三种。那请看第八页的第一行第九，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善知识，我讲这个是希望各位两边都要学，一方面期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善知识啊，就像你生病久了，久病成良医，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，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去亲近这种人，将来我们青出一蓝胜一蓝，希望能够啊帮助，就像我的老和尚收徒弟，收徒弟就是希望徒弟比老和尚做得好，这就是对老和尚最好的供养。我们佛弟子啊，真心的修行啊，能够承担众生苦，能够传播佛法，那是供养佛陀最好的方法。所以做了一个善知识，各位想要发心做菩萨，菩萨就是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人，那你要具备什么？第九念下来，
他能够用敏锐的智慧斩断疑虑和误解，他的心充满了对其他众生的慈悲，如同母亲对唯一的孩子充满慈悲。就像各位看文殊菩萨拿了一个智慧之剑，各位要这个智慧不是砍别人哦，斩断自己的无明，任何一个不正确的执着，马上又马上给他斩断。啊，现在有些人是专门看自己看别人的缺点，就看不了自己缺点的人，很讨人厌的人。啊，但是文殊菩萨不一样，他这个空性的智慧剑斩断自己无明，你斩断自己无明，保持在空性的时候，这个空性自然发光，让别人来学你，因为你有这个过程嘛。啊，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，那别人迷路你就可以指引他，所以各位要有这种，而且这个斩是当下转，而不是说拖拖拉拉的啊，要很利的智慧的利剑的斩断自己的疑虑误解。什么叫误解？误解就是无明啊，明明那个是苦的，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呢？啊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幻的苦的，结果你去着相了，哇，这个男人好帅啊，这个女孩子好美哦，这个美你就看看她里面美不美，对方跟你讲我爱你，你冷静一下，你爱我什么？钱呢？性感呢？我可以跟你谈恋爱啊。这个爱就很肤浅，你去分析以后你就觉得原来对方只是利用我而已啊！你去分析这个世界是一个虚伪的世界，和尚只有两条船，名跟利，都是为了这个而已啊！人跟人互相利用啊，这没有真心呢，那就没意义了。所以他的心就像对独生子的爱的慈悲，所以不是对一个人啊冤亲平等，一个恨他的人，佛陀都把他当作是独生子，就像提婆达多要暗杀佛陀，多少次要暗杀佛陀，正面也要杀佛陀。当他生病的时候，人家通知佛陀，大家好高兴啊，幸灾乐祸，害人精提婆达多病得快死了，佛陀马上站起来，我要去看他。啊，佛陀你要去看他？佛陀说，如果我去看他，就像看我独生子罗侯罗一样，他病会好起来的。真的吗？佛陀用这种行动感动那些弟子，结果佛陀去看了，然后呢提婆达多马上就好起来，当然好起来还是继续害佛陀而已了。但是佛陀对他的爱永远没有改变，没有间断啊！那这个叫老师嘛，所以我想我们这应该去学习了。所以我们看佛经很好，这些方向都有了，那跟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你能不能接上？你不能说啊，那是佛陀跟我没关系，讲这种话就是不能直下承担。我们跟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佛有佛性，我也有佛性，佛可以成佛，我也可以成佛，你千万不要找借口啊，说我做不到，谁都做得到的。要不要？那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没智慧。有智慧马上就斩断了，一点执着都没有。好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多祈请文殊菩萨加持啊，去了解如何开发这种立即斩断的智慧，不然你会一直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个事情。再来第十，如果你修行依止一位上师，如实地遵循他的话语，你对教法真谛的信心将与日俱增，能够在你这一期的生命中证得金刚持的果位。就是说信心啊，各位，如果我们去亲近善知识，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的话100%的能够去依教奉行，你可以一生就成佛啊。这个就是在密乘里面强调的，一生成佛他就不离开根本上师才可以啊。那当然所谓根本上师，他可能也是个人，他也有他的习性啊，或是你不习惯了，但是你都要认为这个都是个加持啊。当然你要去接近一个根本上师，但是你要观察很久哦，你不能说随便他知名度很高你就去接近，那也不行。你要按照佛经里面他也没有具足善知识的十种德行等等等等啊，很多佛经写的十种德行、八种德行、四种德行、三种德行，
然后你这些都要知道，然后就像拿个放大镜去看，去检视。啊，我想各位就像你结婚一样，你也不能今天谈恋爱，明天就结婚吧？你总要谈一谈，然后看看他家，一段时间搞不好很长的。啊，那对于解脱的善知识，更要观察。那你观察完以后，你决定依止他做善知识，那你就不能退转，你不能看他的缺点，你只能想他的优点，因为你看他缺点，你就会想要跑掉。啊。所以就像迷人如来被磨练一样啊，你不这样磨练他，然后他就看不到真理，也代表他的不退转，所以他才能够离苦。翻过来请各位看一下第18页。那善知识最主要要对治我们的烦恼啊，然后呢这个烦恼有哪一些，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？所以第十八页我们念一遍，第八这一行来。无论哪一种烦恼占了上风，你都要施以正确的对治解药。一，强烈的贪欲升起时，你要思量贪欲对境可恶的面相。二，强烈的嗔恨升起时，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。三，迷惑愚痴升起时，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。四，嫉妒升起时，你要观修自我和他人的平等。五，骄慢升起时，你要在心理上设身处地。好，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消除这五毒烦恼：贪、嗔、痴、嫉妒、傲慢。那这五毒烦恼会让我们生死轮回很苦。那基本上各位，虽然我们讲大乘利益众生，但是你首先一定要对治自己。那你对治自己，那你也找到对治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别人啊。所以第一个，强烈的贪欲，眼睛看啊，耳朵听啊，特别追求欲望啊，感情啊，那你要去想它的负面的，这个叫不净观啊。就像现在18岁的男生，他就会去想要看 A 片啊，看性感美女抱抱他啊，这个叫出众的烦恼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佛法，他真的很苦哎，他就一直在那边煎熬啊。我也认识人家这样压压压，男生压成女生，他就惯得变怪怪的啊。这种佛教是一种净化，而不是压抑。压抑，我不能结婚啊，他从小就出家。他不能还俗，然后他就硬压压压压，压久以后脾气怪怪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，那这个东西会快乐吗？啊，所以你要思量贪欲对境可恶的面相，叫不净观。在漂亮的外表里面都是脏的血啊，你满足这么多金钱以后，变成钱的奴隶，而且。很多人就会来威胁你、骗你，啊，甚至呢，你要缴多少税金，然后每天就很烦，啊，所以这些欲望更可怕的是轮回，轮回，爱河千尺浪，苦海万重坡，这些欲望会让我们生死轮回。我们生病很痛苦，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。那如果你有男女的欲望，那你永远会在轮回，啊，还有这个情的执着，那心情更痛苦。那你要不断各种欲望，你都要去想。第二，强烈的嗔恨，这是习惯性。今天有人骂你不顺境，你马上就脾气就起来啊！特别你对你小孩，我跟你教那么说，有人会把小孩打死，就是这样啊！因为他对他有感情，但是又控制不了这个嗔恨心，然后他就会打他、骂他、伤害他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想的对境。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，你要去同情他的弱点。所以各位，你平常就要准备好一直修慈悲观啊，我怎么样爱我所爱的人。第二个，你要观想如何爱那些不认识的人，那你这两个修得很好啦。第三个，我也如何去爱那些伤害我的人，因为他就是无明嘛，他就是不了解，
啊，造恶业，所以他如果知道他干嘛伤害自己，他就是不知道。那你要去替他想，啊，而且哎，希望他能够离苦，而且去对他好。你要一直这样去观修，啊，去思维。当然，这里面更强调这个感受，感受到对方的苦，啊，感受。特别我们了解因果的人，这个人这辈子杀人强奸。然后他被判死刑以后，还要下地狱，然后地狱无量劫，然后恶鬼道。你去想这些，哇，他真的很可怜，他真的很可怜，啊！就算你轮到你去执行死刑，你要想让他这么苦，以慈悲心，砰砰，没办法，而不是说你这个坏人，你该死，啊，而是用慈悲心。所以一个人越不懂佛法，越让我们慈悲。所以佛陀说，他已经证得空性。但是众生母亲却还在执着，没有空性，好可怜呐！所以，我们如何让所有众生都能够找到他的自信，免得呢不断的在善善恶恶、生死轮回，要去感受到他们的苦和生气、悲心。那如果你这个经常培养这个悲心，就不容易生气啊，不容易生气。第三，迷惑愚痴升起时，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啊。所以为什么会轮回？因为无明嘛，十二因缘法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六路畜生爱取有生老病死，哇，众生呢都是这样啊。所以无明灭则行灭啊。如果你能够看清楚，你就不会去造作，不会造作就不会有不好的基因意识。然后呢，你要十二因缘。那各位，你观生命的十二因缘，那你要学习观电灯从哪里来的。花从哪里来的？法会从哪里的？它的过程是，所以每个过程你去看，你就会感恩。哦，你要去分析，因为这个缘起法，如果你分析得很好，你会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世界的人啊！就像各位研究手机啊，研究什么，你要观察时事，众生需要什么，重量什么，现在别的对手怎么样，你都要分析得很圆满。啊。那你分析的很圆满，你就不会卡到哪里。你也知道怎么去，就像一杯果汁，如果弄得很好吃，卖速食，又兼顾到健康，又兼顾到色香味。所以有时候人家带我去吃，师傅这个有机的哦，哎呀，自己要带酱油的，有机是有机，连个味道都没有，连油也没有啊！我都很怀疑这个店可以开得成吗？啊？你有机是有机没错，你要弄得有一点好吃吧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这个你要去思维众生的口味啊，如何如何，不然就会卡在那边。第四，嫉妒心强的人卑贱哦，没有嫉妒随喜心的人高贵，地位高啊。所以今天你能力很强，你老板笨笨的。结果你只能做他的旁边的小弟小妹，因为过去嫉妒心，你会没福报啊。没有嫉妒心的人福报大，就像莫莉夫人。莫莉夫人，她虽然在她国家很卑贱，因为她是私生女，这是一个迦毗罗卫国的一个皇族跟一个妓女生的。那琉璃王那个时候琉璃王的爸爸要去娶啊，说你们交一个给我。他们就把这个莫莉夫人给他。那莫莉夫人呢嫁过来，他就问佛陀说：“我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在我的国家人家看不起我？来这边啊，国王对我那么好，如何如何？”那就跟他讲：“因为你这个人啊，因为没有嫉妒心，有一阵子有，后来你就变成改变了，所以你的命运就改变了啊。但是你喜欢骂别人，说你长得不好看。”啊！但是你喜欢供养三宝，所以你富贵有钱啊，做皇后。那佛陀会给他分析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嫉妒心升起，你要观修自我跟他人平等，所以不要去比啊。外表大家都受苦，不要光看外表，有钱没钱啊。所有众生都想离苦得乐，所有众生也会轮回在受苦，所有众生的平等有佛性。你要一直去分析这个问题，才不会短视的看到对方高矮胖瘦、有钱没钱啊。
那进步还要去随喜对方的优点，随喜对方的优点，慈悲对方的缺点，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这样被善待。那各位要用心，所以这个你如果自己不用心，或是善知识也帮你提醒，就像各位你坐在脚上就会抖脚抖脚，一定要旁边会会会跟你讲几次你才不会抖脚，因为那个习惯走路的姿态吃饭的过程啊，你没有人提醒你没办法。所以各位家庭圆满很重要，千万不要离婚，因为你一离婚呢，单亲家庭小孩子就没人管，他从小的很多习惯连拿个筷子都不会啊，因为他没有人在提醒他教他，他很多动作就不圆满。第五，骄慢升起时，你要在心理上设身处地，你站在自己的立场，那当然你会骄傲，你站在别人的立场，那就比较不会啊，所以替别人想，所以就不会骄傲，因为你上辈子修的福报好，人家刚开始学佛而已嘛，啊，所以你当初没学佛也是这样啊，毁谤三宝啊，毁谤。那现在你学佛久了，他刚开始而已啊，所以你要很有耐心的，很有耐心的，就像阿公阿嬷对小孙子很有耐心的，爸爸妈妈总是要求要打，对不对？阿公阿嬷就是疼啊。那像阿公阿嬷对待对方一样，慢慢来，有耐心啊，站在对方。所以呢，这个可能讲到这个是比较严肃，但是各位一定要找出自己贪嗔痴、嫉妒、傲慢哪一条比较重，从这条先修，然后慢慢转五毒烦恼啊，能够转为五种大智慧。再过来，我们就跳一下，时间的关系。328页，第五，那发菩提心做菩萨，那如何发菩提心啊？所以什么叫菩萨？那每个人都很喜欢人家叫我们菩萨。我们念一下这13条来。菩萨为利乐诸众生等种种利益发菩提心。一，菩萨为令一切众生灭除苦难故；二，为令一切众生就近安乐故；三，为令一切众生出生死海故；四，为令一切众生入法宝洲故；五，为令一切众生枯竭爱河故；六，为令一切众生起大慈悲故；七，为令一切众生舍离贪着故；八，为令一切众生可养佛智故；九，为令一切众生阅度生死大旷野故；十，为令一切众生爱要诸佛圣功德故；十一，为令一切众生出三界成故；十二，为令一切众生入一切智成故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十三，菩萨以如是利乐诸众生等种种利益，发菩提心。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，云何修菩萨道，而能摄护一切众生，为诸众生作依止处。那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善财童子为我们问了如何圆满菩萨道，来亲近这些大善知识。但至少我们知道，我们愿意做菩萨，那应该至少这12条要去圆满啊。所以菩萨为了利乐诸众生等种种利益发菩提心，就像妈妈啊，妈妈为了小孩她要做什么？第一个，菩萨为令一切众生灭除苦难故，那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个心态？我们要来救苦救难所有众生，不是光人啊！啊，所以每次我们法会，我都故意请大家摆六桌和六道众生，一直强调，一直强调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我们追求佛教，我只喜欢放生，或是我针对人，或是我喜欢针对那些高端的人事物，那这样又有不圆满啊。那事实上一场法会叫兼顾六道，都
都要圆满啊，也要让三宝欢喜，也要让六道离苦。所以菩萨为令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。所以各位，以后你做什么事情，穿衣服你要想，我是为了众生在穿衣服的啊，当愿众生。上厕所还希望所有众生都大小便利啊，透过他大小便利排出去的时候，他业障都消除，对吧？更希望厕所里面的鬼道众生都有的吃。那你要这样啊，什么事情你都要兼顾一切，为一切众生。第二，为令一切众生就近安乐，除了离苦得乐，就近离苦得乐就证得涅槃啊，不再轮回了。所以佛教的平安快乐就是不再轮回了，就像各位的身体不再生病了，那就很好啊。所以不再轮回。第三，为令一切众生出生死海故啊，有生必有死，生快乐还是死快乐？因为生死都是痛苦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互相骗骗而已了啊！然后反正因为有苦，所以来唱唱歌、吃吃蛋糕，忘记痛苦。但是如果了解佛法的人，我们认为一个利益有利益众生的人，我们庆祝他的生日，也希望他长寿、住长久住世，因为他在利益众生。那一个世间人，我们希望他生日快乐，那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佛法啊，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日来伤害到其他众生。第四，为令一切众生入法宝舟，进入空性啊，这个舟就是一个苦海里面的一个立足点，至少不用在那边沉溺了。他如果能够了解真理。第五，为令一切众生孤结爱和故，就不要再起欲望了、贪爱了，不然呢，永远在苦海里面流转。第六，为令一切众生起大慈悲故，所以菩萨要引导众生修平等大慈、平等大悲。那你要做示范，各位这句话，做示范要有使命感。爸爸做好儿子就会好，妈妈做好女儿也会好。我们要做示范，老师好，身教重于言教，老师好，学生也会好。所以我们如何引导众生慈悲，所以带大家来助念啊，大家去帮助贫穷啊，放生啊，烟供啊，施食啊，那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起大慈大悲心啊。第七，为令一切众生舍离贪着，所以你要告诉他真相，不净无常。第八，为令一切众生可养佛智，各位要追求来一切功德回向成就得佛陀智慧，一切自治，这叫这是最高的回向的功德。最高回向功德就是为了圆满佛陀智慧，就成佛了嘛，那你就可以真实利益众生了。所以要让众生追求，所以大乘经典写了佛陀的功德果德种种，让我们可养，这叫信仰啊，饥渴追求我也要成就佛陀的智慧。第九，为令一切众生越度生死大旷野故啊，就不再轮回。第十，为令一切众生爱乐诸佛圣功德故，所以八十八佛、三十五佛、千佛，每一个佛有每一个佛的殊胜功德，所以我们修行还回向，愿我得药师佛的果德功德，愿我得阿弥陀佛的功德。大家来追求成佛的圆满。十一，为令一切众生出三界城啊，这三界监狱都在痛苦。第十二，为令一切众生入一切智城，就要进入佛陀的智慧。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所以愿大家发菩提心，追求佛陀的圆满智慧，这样来修行。请翻到341页，念一下重点。菩萨如是随应断诸烦恼。一，为欲令其发菩提心，称扬一切诸佛功德。二，为欲令其起大悲心，显示生死无量苦恼。三，为欲令其增长功德，赞叹修集无量福智。四，为欲令其发大誓愿，称赞调伏一切众生。五，
为欲令其修普贤行，说诸菩萨住一切刹，于一切劫修诸行妄。六，为欲令其具佛相好，庄严色身，称扬赞叹谈波罗蜜。七，为欲令其得佛清净无垢法身，称扬赞叹施波罗蜜。八，为欲令其得佛功德不思一生，称扬赞叹忍波罗蜜。九，为欲令其获于如来无能甚深，称扬赞叹勤波罗蜜。十，为欲令其得佛清净无余等身，称扬赞叹禅波罗蜜。十一，为欲令其得佛究竟平等法身，称扬赞叹般若波罗蜜。十二，为欲令其得佛普现差别色身，称扬赞叹方便波罗蜜。十三，为欲令其住一切劫心无厌倦，称扬赞叹愿波罗蜜。十四，为欲令其普现其身，严禁一切诸佛刹土，称扬赞叹利波罗蜜。十五，为欲令其现清净身，随众生心悉使欢喜，称扬赞叹智波罗蜜。十六，为欲令其获于究竟最胜净妙无染浊身，称扬赞叹永离一切诸不胜法，回向诸佛一切善法。所以菩萨目的都是为了让众生得到种种的功德去称赞，哦，如果你修忍辱啊，你将来得佛的功德身啊，哦，如果你去布施啊，你就可以庄严啊，啊，一切向好庄严啊，这样去啊，为众生而去称赞、称扬等等。第十九，那做菩萨经典这样形容啊，念下来：诸菩萨摩诃萨如大药王，若见若闻若意若念，若同住若共行，若称名若随喜，皆获利益无空过者。所以，做一个菩萨的生命啊，分分秒秒都能够利益众生，啊，让别人看到你、想到你、接触你、跟你在一起，坐同一部电梯都得到利益，无空过客。所以菩萨整个来讲，就像太阳，太阳二十四小时都在燃烧自己，都在放光，啊，希望照遍大地、花草树木，希望所有都可以啊得到光明圆满。那做一个菩萨，各位一定要做人间的模范。而且利用各种机会，像大药王一样，从头到尾都可以帮助众生。啊，若见若闻若意若念，若同住共行称名随喜，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功德。啊，阿弥陀佛就要把这个功德布施给我们，叫施无畏，要叫善施无畏。每一个佛菩萨善事而无畏的布施给我们。所以第二十来。若由众生暂得直欲，必令消灭一切烦恼，入于佛法，离诸苦运，永习一切生死部位，到无所谓一切智处，摧坏一切老死大身，安住平等大涅槃城。所以我们大家努力的修行各种功德、各种波罗蜜，也一直回向给众生，也希望将来自己能够成为众生的归依处，你只要碰到我、听到我，啊，一切为对方。所以若有众生暂得止欲，必定消灭一切烦恼，因为你没烦恼了，啊，而且能够消除对方烦恼的能力等等的痛苦。我们在烦恼后面，念快一点，354页，啊，这里面是从《宝语经》里面显出来的一些菩萨道，我们读一下。但是各位，如果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，那至少你知道菩萨这么伟大，然后你就从你懂的开始去实践一做，那慢慢你就会了解一切。因为你只要不管哪一部经啊，你很认真的愿意去了解，那佛就在你头顶加持你，
你就会懂哦。就像你专心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加持你，慢慢你就会进入佛的心啊。那每一样东西就是如来，而不是说一遍看不懂就算了。就像各位看了一辈子《般若心经》，你也不见得懂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在努力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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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进入，慢慢进入空性、嗯、啊。那佛菩萨比我们更急啊！啊，你只要有信心，你只要愿意，佛菩萨，佛的生命没有死亡的啊！你不要说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，那是站在解脱道的讲法，说佛陀肉体不在了。佛陀是常住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啊，永远都在，比手机讯号还厉害的传给你，啊，进入你的心里面，进入你的身体里面，来帮助你，啊，就像我在台上在念佛也好，讲课也好，佛就加持让你，我有一次已经声音已经不行了，已经完全没办法出声音了，他们就叫我要放蒙山，结果一上去。比我原来声音好十倍，那个时候我就啊，吃药没用了，懒惰是有了，啊，你只要很认真，那这个不可思议就会显现出来，啊，你认为医不好的病一下子就可以好，啊，十年的痛一下子就好，因为你发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乃至菩提心，你会发现不可思议，生命又 Q 等来，你要好好的爱惜这个生命，啊，所以佛教的不可思议。你说我这个很笨啊，不可能的，因为再怎么笨里面也有最聪明的佛性啊，佛菩萨要转你就会做个梦换一个头改变了，那佛经里面处处都是哦，你拜观音菩萨你虔诚忏悔，因为你的动机要恢复你的智慧是为了利益众生，那佛就百千万个佛一起加持你，这个叫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念一下，是无量心。一，菩萨成就十种法而行于此，何等为实？一者无方所持，二者无差别持，三者得诸法持，四者得决定思维一元之持，五者无智爱持，六者恒利益持，七者于一切有情心平等持，八者无损害持，九者遍一切持，十者出世间持。善男子，菩萨成就此十种法，是名修持自性。什么叫修持自性呢？因为你自性本来就具足了这个持，就像一个女孩子，她是小姐，但是她从小抱到洋娃娃就会抱啊，就很喜欢，这是自信的母爱，她本来就具足了，啊，只是你给她助眼，哪一天她怀孕生小孩了，她本来就具足这些，哦，一只狗也没人教她，但是她生小孩，她就知道怎么样照顾小孩，啊，怎么训练小孩，就像那母鸭训练小鸭，她会训练她，能够游泳，啊，这是她自信里面具足的，所以我们自信里面就具足。所以学佛各位要注意，我们不是外面找的，这些一切都是菩提心，是我们自性里面有的，那只要你要把它显露出来，显露出来，那你就开发你的佛性。那翻过来悲比较容易理解了，就是如何帮助众生来。菩萨成就十种法而行于悲，何等为实？一者见诸有情无归无护受苦恼者，及其哀悯发菩提心；二者发菩提心已，勇猛精进速入法性；三者入法性已，饶益有情；四者为牵令有情，令其布施；五者为毁尽有情，令其持戒；六者为嗔害有情，令其忍辱；七者为懈怠有情，令其精进；八者为散乱有情，令其静虑；九者为恶慧有情，令其智慧；十者虽未有情，受诸苦恼，智必拔济，无有疲厌，于大菩提终不退转。善男子，菩萨成就此十种法，是名修悲自性。
好，这个我们把它解释完，那我们就要回向了啊。那是悲最重要了，大悲心成就一切。那做个菩萨，那你就这十种都圆满，才叫悲心，在修行悲心啊。所以菩萨成就十种法，而行于悲。何种十呢？第一个，见众生苦而发起哀悯悲悯心，就是说，所以各位你要多去老人院、孤儿院可怜的地方。现在很多网络让我们看到那只狗可怜的快死了，他们回去帮他洗澡啊，爱护他，我们看得很感动啊。那你要随喜这个心态，也透过这个影片训练这种耐心呢、啊我想是透过科技也有方便。所以见诸有情无归无护，看到这些有情众生没有归宿、没有保护，正在受苦，极其哀悯，这个很重要。这种感动、哀悯啊，悲哀怜悯而发，所以我一定要帮助他，我也要为他成佛。现在你帮助他只是暂时的啊，但是还是要帮助他哦。你先帮助他得到暂时的快乐，但是为了要让他就近离苦，现在就算我现在跟他肚子饿，你给他一顿饭吃，你给他两顿饭吃，也不就近，但是你依然要给他饭吃。那你给他饭吃以后，心里要发起，那所以我要为他成佛，我要就近成佛，让他脱离轮回的苦。所以先升起哀悯的大悲心，然后再发起菩提心。那发菩提心以后，就要度众生啊，自利利他。这里面最重要是这句话：速入法性。一个菩萨如果要真实能够对众生慈悲，你不能入法性。一切法的本体是什么？就是空性。啊，如果你不能够了解真理，你就没办法。所以发菩提心呢，各位自然知道这个世界众生这么苦，这么苦，啊，那我们发起要成佛，那我就要勇猛精进，能够速入法性，啊，所以就走入真理。那真理就是空性，不离大悲的空性，所以你要去观法界性，啊，所以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来自一切法的本体，那你要很认真，要保持正念。发心以后，意思是说你要证空性，你要消除我执，证空性。那你证空性以后，才能够去引导众生啊。第三，入法性以饶益有情。那个时候你已经入法性了，就证空性了，然后你就开始度众生了啊。所以这个叫见道。见到以后，我们叫发心菩提、福心菩提。那你发菩提心，那你就要入法性。那入法性就要消除这些假象、贪嗔痴，然后才叫明心菩提，开悟了。那你才开始去度众生，出道菩提。那度众生就是引导众生自利利他，最后才能够圆满菩提。所以第四，为坚定有情，令其布施。那希望大家多布施啊，布施金钱，布施体力，布施食物，不然我们都还有一个希望抓越多越好，吝啬啊，一毛不拔，只想得到不想给，所以这些坚定有情会没有福报。你要能够布施，至少他来世升天做富贵人，那一步一步再来追求真理。所以为坚定有情，令其布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，会有这个问题哦，没有法性有什么问题？来来来来，钱给我，钱给我，然后自己就放口袋，对吧？啊，然后自己享受得很好，然后付出去一点点，就像有些人在放生，我就问他，你放生收一万，他今天放生放两千，其他八千干嘛？留着盖寺庙，啊，这不行的，专款要专用，你今天没办法用完没关系，用在下回放生，或是如何保护更多生命，而不能说。这个钱你没有空性放你口袋，你就会自私啊！所以你自己都还悭贪，你怎么叫别人布施呢？啊！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入法性，深信因果啊！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全证得空性，但至少深信因果，然后这样去引导众生啊！所以因为你没有去饶益有情，你就不能真正的证得佛陀的智慧。所以为坚定有情，令其布施。五者为毁尽有情，令其持戒。毁尽就是破戒啦，伤害别人啦。那各位要令啊，这个令也不是命令啊，你要这一定要真心的引导他，感动他，甚至乃至牺牲自己很大的痛苦，你要去引导对方持戒来保护
自己啊。第六，为嗔害有情令其忍辱，那如何消除他的嗔害？因为嗔心就会害众生，所以你要教他修忍辱的方法，当然要告诉他嗔害会有什么果报。第七，为懈怠有情令其精进，当然你可以过一天有一点小钱过得很快乐，但是这样就浪费生命。那有些人虽然已经没什么烦恼，但是他不想度众生，他只想我过得很好啊，我何必去，这个就是懈怠啊，懈怠他只管自己好不好，我自己没烦恼了，但是众生还在烦恼呢啊。所以为懈怠有情如何令精，就是专心进不退转。八，为善乱有情令其静虑，什么叫善乱？乱想啊，昏沉啊，啊，所以怀疑啊，这些，那各位你要静虑，就是禅定安静思维考虑啊，就是透过禅定能够让自己专心，而且能够分析每一件事情啊。第九，为恶慧有情，恶慧就是恶，明明智慧怎么叫恶？那些就是有知识没智慧的人啊，邪见的人，他口才很好，四肢变通，脑筋很好，但是呢他都看不到真相，甚至怀疑因果，邪知邪见啊，这些有情要他有正确的了解智慧。那所以我们首先要入法性啊，深信因果，追求空性，然后呢也叫入法流，然后呢开始来自利利他。但是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里面呢，你会有很多痛苦的，虽为有情受诸苦恼，虽然这样，但是自必拔济，永远不舍弃对方啊，一定要让对方离苦，无有疲厌不退转，于大菩提终不退转。为什么？一定要成佛啊，我们发菩提心以后深信因果了啊，有空的空性的正见，那开始自利利他六波罗蜜，但是这样最后才能够大菩提。有小菩提跟大菩提，小菩提就是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，那叫小菩提。那我们是追求大菩提成佛，但是你不能退转啊。虽然我们在所谓度众生的过程里面不能退转，最后你才可以成佛，以大菩提终不退转。善男子，菩萨成就此十种法，是名修悲自性。所以这部宝语经各位最好拿来看，慈悲喜舍怎么修啊？然后各种的细节怎么修，什么样才叫供养如来，然后整部经很圆满。所以每一部佛经啊，我希望各位不要执着太多钱，够用就好，马六甲还不错，有山有风有水，刚好打坐看经典啊，像我的名字叫海涛，我都喜欢去住在海边，看着大海，海容易让你升起悲心，而且游动，游动就是不执着，啊，心量广大，然后呢，但是以这种大悲心，然后去深入经藏，深入经藏的目的，半工半读，也不要每天看经典，看两个钟头，实践半个钟头，去接触众生。你如果不去接触众生，你也不知道学这个要干嘛，啊，也不能在那边玩物丧志，每天研究经典啊，然后这个觉得很好过，就像在家里看小说一样，看小说不谈恋爱的啊，你看爱情小说就是要去爱啊啊，所以而不能说停在那边浪费时间啊，自己一定要追求佛的功德。好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。